我叫杨东敏，咱今日讲的讲台湾国际法律地位，我住伫台中州，南投郡，我住德山，我首先要来恁先介绍讲，咱台湾民政府是即四种旗，美国旗甲日本旗，咱看无。第二支这支就是美国军事占领旗，伊这个英文叫 USMG， 这袂使乌白乌白放的是，这个红色印花是代表啥？就是大日本帝国，日本的台湾，日本的台湾，这是啊讲美国军事占领旗，这个旗啊就是美国，美国的军旗，你捌看过无？伊的标志，美国，占领台湾，看到无？军事占领，第一个军事占领旗，过来这支就是咱台湾民政府代表旗。听毕市长讲，这支旗啊，2007年美国就教毕市长啊，原来美国将台湾的旗啊做好做平的。红色这个印花啊，也是叫日本。红色印花还有大家细粒的星星，那叫蓝洲。日本时代，咱是五洲，较早五洲就是台北洲、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即摆叫一个宜兰洲，所以你即摆有通看电视有无？讲蛛丝马迹，迄就是日本时代五洲制油厂，听讲迄阵台湾上大制油厂叫五洲制油厂，迄是毋免替个广告哦。这个黄色的就是代表亚洲，这我来讲听。这个蓝色的星星，这个是美国五十粒彩哇，这个蓝色的，美国遐军事占领外走，讲到占领的时阵，我来讲，等下我来讲，啥啥叫占领，啥个土地叫用占领，啥这个黄色是代表亚洲，就是这，这个五环旗就是奥运五环旗，五个色，黄色的亚洲，你看有无？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旗做了算真有意义，你像日本，你像日本，伊家一个讲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是红色的面壳啊。日本旗也做足好个，安那变来变去拢正面，对。你美国的旗啊，真有意义。伊这蓝色的星星有50粒，就代表美国50州。因所以讲，人制作什么旗啊，什么旗啊，伊个奥妙，这你来看。这什么是什么是？你去看就知。过来你讲，是安那美国，除非通过一寡间台湾讲三万法作些，较早讲台湾关系法，是安那美国加设一个台湾间关系法，是安那中国伊唔加设台湾关系法，就是牵涉到讲台湾这块地甲美国有什么牵连？即我来讲个听，就是。最主要就是对今年开始，有美国通过一个台湾利用法。台湾利用法是一个创啥啦？就是美国的官方要甲台湾的官方见面，唔是要甲中华民国方。台湾还有官方，除了中华民国还有官方，是爱要伊讲要台湾利用法，伊是爱合作中华民国利用法，即个你遐看了，你就知影讲，所以讲，伊媒体就去采访讲，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王毅有讲，即个出来讲，我们当然要求美国要严格遵守，做出一个承诺，严格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中美三个公报。中国要求美国来做这啊，迄就是美国当初又介一寡，签约个一寡承诺的物件。台湾利用法通过了，这个一中原则，讲希望美国遵守一中，三是一中你唔知？即我买2500块日元，我讲得清楚一点。中国媒体就讲，这台湾利用法通过是蔡英文要甲川普见面了，唔是啦，我都不像你讲过啊。这叫台湾利用法，唔是中华民国利用法。中华民国利用法唔爱蔡英文，因中华民国的嘛，伊唔是台湾。咱台湾的人就是台湾这些人，就常常就中华民国甲台湾南交会，咱也分袂清楚。所以讲，你啊看讲这个媒体的讲话，咱咧看报告新闻，也是一挂媒体，
伊拢来乌白讲话，吼、哦，假传话你听无？伊讲安尼蔡英文甲川普啊见面，安尼中华民国马上足侪人要来断交。最近还所罗门伊阁甲中华民国断交，是安尼断交会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一中原则。啊，最主要王毅咱讲诶，采访王毅所讲话要遵守，记者来讲是伊啊乱呢。你要看王毅想要怎来讲啥？坚持这红字是王毅讲的，中国外交部长讲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官方往来，各国遵守国际准则，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伊讲的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吼、哦，无同的台湾官方要来哦，就是讲美国的官员要甲无同台湾的台民政府的官方来哦，要甲台民政府是甲中华民国。啊，国际准则的国际法律，国际法内底有法律，吼、哦，啊，全球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全世界都要看，美国要来将台湾的管理权交给台湾民政府，吼、哦，你这段新闻你啊分开了，王毅所讲的话，甲记者所讲的话，啊，拜你哩，即摆新闻咧报，你就了解讲，哎、欸，记者甲记者报的甲。甲本人讲的话啊，差足济。你看看这个人，吼、哦，你来听一下，啊，你注意上尾啊段，吼、哦。谢谢，谢谢。台下记者大喊“台旅法”，让原本要结束记者会的大陆外长王毅决定停下脚步。我们当然要求美国要严格恪守他所做的承诺，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国。对着美国喊话，就因为最近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可以允许台北高层互访跟见面，未来更渴望看到蔡川会让北京政府强烈反弹。其实这一场中外记者会，台湾问题成了焦点，陆媒还关注今年台湾的外交会不会出现雪崩式断交。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也已经成为各国遵循的国际政策之一，当然是大势所趋，而且势不可挡。梵蒂冈会是下一个断交国吗？王毅没有正面回答，只再度呼吁要台湾承认九二共识。但其实，你有看无？中国外交部长叫啥？讲美国要甲台湾政府见面，不是甲中华民国。哦，所以讲因足清楚的。啊，咱新闻咱看无，是啊，只媒体乌白报，流入边啊去。啊，所以讲采访者上爱听伊讲。所以，这个媒体报新闻，你就知啊。有啊，媒体有咧报讲，哎，中国要打台湾，媒体会讲呢。习近平歹讲无，唔捌。习近平唔捌，王毅有咧讲无，唔捌。是这媒体讲，对无？啊，这媒体这请这争论节目啊，讲中国要打台湾，唔敢啦。哦，迄是媒体讲的。哦，伊啊，习近平讲出来，安尼就开始啦。袂使乌白震惊乌白人拍，吼、哦！所以这段新闻你看，所以讲，伫今年，马讲卫星纸要起个什么4993微博段，人家安尼有无？就是看这个新闻，我诶咱本土台湾人知影，吼、哦！啊，咱一步一步咱已经知影出来，吼、哦！所以，这个要甲咱台湾的官方，咱台湾政府官方见面就是，就是咱今年5/23。这是伫美国商业部举办的，所以咱的官网公布出来了，甲美国遐官网公布出来了，中华民国惊着，是啊，中华民国惊着，你毋知？因为双方的官员见面，中华民国要放炮，因为咱是要甲商业部见面，你毋知？咱要请一个商业会议，中华民国对外伊的名是啥？你毋知？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用台北经济，用这個经济，啊，咱这个要成已经正式了，咱成立台美商会。台美商会就是台湾美国的商会，伊用台北甲代表台北尔，伊袂使代表规个台湾。吼、哦，啊，伊啥拢用台北，吼、哦，咱来看讲伊啥袂使用台湾，啥全世界无人承认中华民国，对我来讲，这法律我一步就无讲了。所以这公布落了后，因惊着嘛，错动有意了。讲咱必须得负责，因是诈欺、人骗。咱无人诈欺，咱无人骗。像恁来遮上课，恁无了解讲，你来遮上课，恁交的钱，
不是台湾民政府提，也不是我们必须另外夫人提，谁提要知这地主，因为咱个客户恁来遮遮大爱钱无爱啦，吼、哦，阮江苏讲法律有恁听，恁来上这個，毋是最主要是来上听这个法律，啊，毋过你来恁遮遮大爱钱，吼、哦，这最主要就是，吼、哦，咱人需要人个场所，吼、哦，这咱来去了解，吼、哦，咱顶年企业时阵，本来商业部部长，吼、哦，要来跟见面，向阳。川普有代志调伊出，啊，这个就是因商业部、美国商业部的必须，这两个就是参议员，美国的共和党甲民主党的参众诶嘛参议员，所以因三个就是代表美国啦，吼、哦，就官方甲人见面。所以咱等下成立台美商会了啊，即摆台美商会成立了，开始讲对咱的政治撇开，吼、哦，这点吼、哦、开始宣誓个东西。啊，最近哦，来5月7日，哎，佫通过一个啥台湾保证法，哇，也将以为通过414票，无人反对，有17票歪倒。啊，这通过最主要是啥？就是一寡作战来保护台湾一寡战斗力，啊，佮美国的贸易代表，哦，我本来来讲的贸易代表咱已经成立吧。啊，已经成立吧。美国过来会开始用政治路线，当然讲啊，因为咱这个无这个台币上已经成立吧，哦，已经一步一步行，哦，啊，过来是啥？要让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哦，像 WHA 的时阵，中国这阵啊新闻有讲哦，讲中国伊代表台湾出席 WHA， 唔对，伊是迄是中，咱这新闻报呢？中国是代表中华民国参加 WHA， 一个中国名，伊袂使代表台湾。新闻要讲台湾，迄就是要分得袂清楚。哦，啊，过来，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哦，咱来去参加。最主要，国际刑警组织，所以一寡台湾造成犯罪啦，啊，拜这个组织因拢爱不等啦。最主要就是讲，要以台湾的会员参与联合国的。你通讲个牛龙组织，吼、哦，啊，搁一寡迄啰教科文组织，因为咱台湾地位分较袂清楚，咱即摆本来上只法律课，就是一寡即文教啦，加一寡政治，诶，台湾的地位甲历史，最主要是我即联合国个牛龙组织即个啊，你也去看阮个官网，吼、哦，恁即摆新入来，你毋知，2017年个9月。阮去联合国队去参加这个，哇！我已经参加呢。2017年，当面就去参加联合国中华民国台湾加报，报了伊就倒啊。阮今年也去参加，今年也去。所以讲，这台湾保证话啥都强调这个。哦，要阮台湾民众人会知，阮美国有做，有做恁看，哦。啊，我袂去讲，讲阮美国袂讲，阮做较大，咱来咧看美国个做较大，吼、哦。所以讲，你看些落，你就知，吼、哦。所以讲，真济有讲脱台者，脱台者是啥物事无？你捌听到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无？是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这将官退休拢等于中国，迄叫脱台者啦。台湾毋是因个地，因要离开，吼、哦。国民党军、民进党军、嘛、啊、共产党军啊，拢是中国军。国民党、民进党带来的新时代力量，吼、哦，是啊，所有连共产党拢叫中国的政党，吼、哦。所以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这政党也是中国党，咱莫分唔对，吼、哦。所以拢离开啊，吼、哦。啊，所以讲王毅也讲，难民唔是移民，啊。到尾啊，你还回来伊个祖国？你难民，你也无移民啊！你阿伯你还回来？你唔回来，你是台湾爱接受一个新的政府来管理，你也会爱接受。所以大部分拢会回来。所以顶个台北市工作者议长拢伫平潭岛做主任委员，啥叫主任委员？你唔知？就是伊大楼内底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因拢也要走，所以你去看了以后，你才讲，是啊，人因中国人拢知，咱本土台湾人唔知，哦。过来，哦，我要你讲诶，我前囡仔时阵，十二岁囡仔，差不多国考四年诶，我足巧足好奇诶，我去听着讲，无政府是中国人。三是叫无政府是中国人，你敢知？我问老一辈，唔敢讲，因为啥唔敢讲？白色恐怖，伊唔敢讲，囡仔人有闲无事。啊，尾仔问伊唔敢讲，啊，你拄仔乱问，到尾伊也讲，讲了后，伊摕三万块，你敢知？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唔是这张啦，较早古板的啦。伊不管新版古板拢共的，中华民国这张身份证唔敢写政府。这张唔敢写政府，人讲无政府，系讲中华民国这张身份证。二张国民是啥物事？就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唔是中华民国公民哦，因为我较早出来选举的，我进入台湾民政府以后，我嘛选举。公民啊，有去投票。啊，中华民国叫做国民身份证去选举，这叫加民主加选举。你公务人员，你也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你选调担任公职来公民，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是国民，一直讲着。是啊，中华民国管理当，伊管理当局，伊要发公民身份证给你，要提张国民身份证。哇！啊，是讲伊发解释的，国民啊，先选举，不是公民。是啊，你强调公民啊，有选举，因为伊唔敢，伊去欺骗全台湾的人。欺骗全世界，甚至欺骗美国。哦，阮有选举，阮是民主，结果加民主加选举。哦，这你看有啊？看有啊？有啊！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公民甲国民有分啊。马英九摕的卡就是美国国民啦。马英九因查某囝周美青因去美国生出来，囝仔就公民啊啦。公民甲国民有分。马英九即摆有立卡无？国民嘛无啊！伊经过六年，马英九也是做美国的公民啊。咱一世人啊，国民，马公是中国国民啊。哦，甚至我做囡仔，我听台北是中国城，啥叫台北叫中国城？啥拢用台北？哦，伊是流亡政府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里台啥？离日本的台湾台北啦，啊叫中华台北。啊，台北嘛叫中国城，因流亡的人啊，伫台北名袂使阁走出来，结果伊走到全台湾拢是，吼、哦。啊，要阁伊讲，中华民国是啊，伊在晋江，咱要讲五号晋江面顶第一呐，第一呐啥意思？你知？邮票你知无？邮票咱寄出去无？第一，这张假晋江啦，毋是合法的啦。哦，你啊看伊个证件，驾照也是安尼。哦，你搁啊看，技术证也安尼。恁连古号钱摕起看，因啊敢会缀伫钱的字的面顶面？哦，啊，你搁看，毕业证书也缀伫遮。离台湾的中华民国无到九十几年啦，中华民国离台湾离三十八年，都来到三八年都袂忘啊。所以你去看了以后，你才知影讲，啥是真诶。你有汽车，有倒歹无？伊的行车，伊那成地地，我地地的面顶，这是个人的财产，这是真的证件。哦，你看有无？中华民国因问题搁我侪，我昨下搁替我的囡仔去办，去公所办健保。健保写啥样子？伊也毋是写公民健保啦，国民健保啦，写啥？全民。全民是全台湾的人民了，不是了。全世界，咱这张咱人的健保足贵的，749，我昨日替囡仔办的749。哦，我健保足贵无啦啦。哦，我顶间啊，六角面体足济。全民健保，中国人用上济。今年澳洲要做载人民来台湾医疗，还是用这张用咱的健保？全世界用的啦。全民健保，哦，啊，分得清楚。所以你啊看伊个名奇奇怪怪，国民啊，哦，连中华民国都唔敢写。
你要去查讲，哎，台湾到底是出啥问题？吼、哦，啊，我妈讲，咱来讲，吼、哦，啥马英九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死亡？离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啦，吼、哦，已经灭亡啦。所以，迄阵马英九要做中华民国总统，伊做啥？做西蒙总统啦。啊，你看，啥美国，吼、哦，讲美军买入来。伊利用洪仲秋命案废掉军事法庭、军事监狱，对今年开始，中华民国唔敢搁征兵，即摆去做兵的拢用志愿役的，就是去做伊佣兵啦，吼、哦，有薪水的，吼、哦，所以讲咱爱分得足清楚的，唔是讲马英九讲中华民国死亡，较早李敖啦，足济啊，搁一个带中华民国来，蒋介石也讲啊，1955年10月就讲啊。因来台湾这中国人已经亡国之民啦，哦，所以讲咱去看讲历史，大家真确实的还原了，你就去怎去了解，哦，啊，咱来讲台湾呢，哦，近代史的历史地位，哦，较早荷兰帝国讲伊只，哦，到尾来甲清朝时阵，哦，清朝甲日本捌战争，迄叫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了，签订了《马关条约》，哦，签约时间是1895年4月17日，哦，离日本下关所签啊，哦，咱大日本帝国拢讲，迄是下关条约，流亡的中华民国讲这《马关条约》，这就是下关的马关港签的啦，哦，所以交接的时间是1895年6月7日，交接的地点是台湾家人三条甲外海一轮上。哦，每一个战争，哦，战煞有战败甲战胜，一定要签条约，哦，所以日本现，我讲这条约是啥呢？讲无条，大清帝国大皇帝，哦，皇帝上大，日本也是天皇上大，哦，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就是皇帝甲皇帝签的签约，哦，啊签约安那，哦。永久留的日本，就是从台湾偏哦永久挂的日本，所以日本那是嘛，日本天皇拥有台湾这块地也是嘛。接来以后，日本天皇接来以后，伊发觉到讲，哎，奇怪，东半部这边三分之一拢唔是清朝管的，结果拢遐原住民，或者山的大拢遐原住民，啊连遐拢管唔好啦。到尾日本天皇吼啊发动战争，甲用通婚的作势啊，将规个台湾，规个拢被日本天皇啊占过完成。啊就啊殖民地用过年，啊这规块地拢啊变成日本天皇的领土。啊要安怎变成伊的国土？伊知影台湾是波多了，吼、哦！日本天皇开始啊用万国公法，吼、哦，皇民化，吼、哦，就是日本时代里。伊当时方面话，就1937年4月7日，哦，是啊，日本拢有4月7日，伊，哦，因个会计年度就4月7日，哦，啊，开始按方面话，伊要按方面话，毋是讲我变成方面话，要你学日本教育、日本制度、日本规矩，伊要按方面话，全世界人讲，讲了开始做，哦，啊，做了甲一经过八年了，1945年4月7日，时间到，伊个全世界讲，即块地已经。变成伊个国土，啊，咱死了，吼、哦，明治宪法，吼、哦，明治宪法实施了哩。1945年4月，咱实施明治宪法。台湾人有参政权，叫参政权，啥叫参政权？你毋知？参政权就较早，你捌听过高山义勇军？迄阵即块地啊，毋是日本天皇个国土时阵，伊也毋敢人征兵，用募兵啊，募兵叫高山义勇军。来到1945年4月7日，哦，伊按明治宪法了，开始按征兵，迄叫台湾军，哦，这分得足清楚哦。所以中华民国无即块地领土，伊按征兵是违法的，哦。啊，三是参政权，就是已经变伊的土地啊。所以咱台湾地区只有派参议员甲众议员过因遐，哦，即块地依照万国公法，台湾即个要变日本天皇的国土啦，领土。不是殖民地，哦，所以殖民地甲不是殖民地啊，国土甲殖民地有分开，
殖民地会使割让，国土就袂使吼。啊，所以讲这类了，啊，算是方便化。哦，像阮阿姨叫阿基克，哦，迄个是本名。哦，啊，大部分有方便的时阵是对1937年四月七日生出来遐人，以后大部分遐人拢无一本名，一本姓啦。遐人较侪啦，哦，啊，有个人干，哦，爱弄记录。哦，啊，这个方便，这个2014年，好，无准有讲柯文哲、李登辉因爸爸妈妈也是一本天皇的方便。哇！咱台湾民政府讲对呢，因为咱也拢知影讲啊，日本时代吼、哦，日本是安来台湾吼、哦，啊，咱日本是遐管理啦，啊，就是呢，啊，到尾啊，伊行台湾民政府讲的对，讲啥你知无？伊用石安用一挂新闻人口，咱捌听到唐丹、周丹啦，你捌听到杨丹无？杨丹是啥你知无？台盐的，台盐的盐就杨丹。化学的，啊！恁食到安尼，一公布落去后，医生安那讲，用那台湾西药剂的防止类代言的啦，搁单有哦，吼、哦，这叫炎丹，炎丹你捌听了？炎丹就讲人工果糖啦，吼、哦，啊你若讲酒丹就是食用酒精啦，吼、哦，啊你若是我色素无，食用色素，啊你一挂成功的塑化剂，迄种化学的。啊，三是酒单，你知无？酒单你去买就有啊，一罐二哦，吼。台湾分酒公司，你会出来。食用酒精本来无味哦，去后光谱讲到加味类，同款只也是化学的，这叫酒单啦。唔好来讲食食酒的错误啊。哈哈哈！安尼，这个中华民国伫台湾用的物件有强过，哦。啊，咱过来讲着。大东亚战争就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7日，美国的国会主席是国会哦，对日本的宣战，就是日本人发动战争去打珍珠港，去打美国，所以美国叫人打一个，马上过叮当，哦，就对日本的宣战。啊，正式那天开始，美国对日本帝国的军事行动，无人帮助美国，是啊，无人帮助美国。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德国、意大利伫遐，啊，规个欧洲去德国甲意大利要消灭掉呀，因够帮助美国无，所以对美国、日本的对日本的战争是美国单独的战，所以战甲足辛苦的时阵，来到1945年的8月7日甲7日，美国两个援助大就是斗笠、登记甲广岛，死伤足大，日本天皇惊着。思想足大，赶紧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所以这个8月15日就是日本的欧盟啦，就思想跟我投降，啊，就兼讲像咱台湾的清明艺术家呢，哦，啊，所以讲对日本的台湾军事行动，拢是美国单独完成的。所以日本投降了后，美国哦，以美国的军装术的战争法哦，对占领特定的成立美国军政府。对占领地区行政立法司法进行管理甲监控。虽然美国迄阵委托蒋介石，吼、哦、来接管台湾，伊是主要战线国，因为蒋介石甲美国是同盟，吼、哦、有迄身份，吼、哦、接受者，啊，不过还是美国主要占领全国，吼、哦，这个看。所以你要看行政立法司法者，吼、哦，我拄仔讲诶，日本战败时阵，日本即摆用诶。诶，宪法叫做和平宪法，就是麦克阿瑟啊教。啊，日本也接受和平宪法，和平条约。咱台湾也同款啊。伊抗战，我伊中华民国，我哩讲啊足清楚的。所以，咱冇在人骗遮久。哦，所以你再来看，遮个行动是真好，才是美国。啊，麦克阿瑟哦，将军伫1945年9月7日。一般民的第一套指派蒋介石来台湾，你爱看是安那？你去穿日本时代秋草本领，1945年9月7日以前，日本天皇迄天写了导航书，写了麦克阿瑟以后命令，吼、哦，以后命令，吼、哦，伊啊怎讲？李达，吼、哦、啊，怎？你啊看讲1945年9月7日，是安尼穿日本时代秋草本，啊，正本李达，哦，恁都无想讲奇怪，讲抄一遍呢，啊，正本李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伊赶紧将咱台湾所有这户籍填补，吼、哦、600多万人的人口赶紧抄一遍，连一寡建设啊、大厦，日本拢摕转，这本日本摕转去啦。哦，啊，你看有无？啊，你土地啊，拢讲孤本，啊，土地这本是啊，就是日本天皇啦，因为这块地经皇民化了后，变日本天皇的。会国土的，哦，这个看有，所以你爱看到这，哦，短短18天，伊所有从咱台湾的护照拢抄一遍，很厉害哦。咱日本的时阵，咱大家拢足够，大家拢足认真的，是中华民国来的，无人变五年，这我讲一个事实。所以，咱家己，你日本投降这个1945年10月15日，蒋介石来这占领的时阵，哦，伊还骗台湾共和国，那是。军事占领，咱所在全世界规矩上好，是毋是日本比欧洲人的规矩要较好？哦，啊，全世界，哦，规矩上好纪录在哪里？你知无？一定是日本的，而日本的台嘛是台湾。而且1945年9月7日，日本办公办到7天，无部队无警察，来到1945年10月2日，无人犯罪，全世界上好纪录是日本的台湾人。那么听讲，日本时代暗时门户关查得袂少啦，吼、哦，你有看无？哦，咱去用家家讲查得遮济，偷袂来用抢的，规堆的，规矩有够歹。哦，这咱要去了解一下。所以讲，美国对台湾是主要占领全国，对这一号命令麦克阿瑟。啊，你来看，这就是日本投降的时候，投降时，啊，麦克阿瑟伫遮，投降了后，伊啊一号命令出去。哦，等一寡只记录的相片，咱拢去看哦。所以你要看这个时阵，你要看蒋介石咧接受日本的投降，迄阵台湾还是日本天皇的领土的国土。哦，啊，蒋介石是协助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来占领台湾。啊，你要看，所以占领的时阵，你要看爱上个土地用占领，就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哦。中华民国，我来讲啊，足清楚的，讲清楚就系啊，哦，啊，所以讲台湾啊，必须要等到哦，日本签用和平条，要用改变台湾的法律上的身份，唔是讲接受投降，从这块地就送给中华民国。你要送给中华民国，还写条约啦？有啥条好写无？中华民国拢讲，就讲开罗宣言、波斯坦宣言啦，啊，开罗宣言是1943年啦，迄阵台湾啊殖民地也在割让。不过，等战败时，这块地不是殖民地啊，变日本天皇的国土啊，未使割让。所以，你要听中华民国什么人讲，哎，日本吼、哦，日本天皇写条约讲，将台湾天皇割让的上无，哦，这个原因就造出来，恁看哦。所以，迄阵蒋介石来的时阵，伊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1945年吼、哦，10月2日来以后，中国是蒋介石的管理。哦，啊伊也是另外一个什么主要的占领者，就是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哦，这你看，啊，台湾的国际地位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大家唔知伫遮，我跟你讲，哦，这旧金山和平条约，伫呾签的，就是美国旧金山签的，伫1951年9月7日，哇，1945年投降了，来到1951年才签条约，遮久，哦。啊，生效日期是1952年4月28日，参加内底有52个国家去参加这個条约，哦，是啊，啊，遮侪人去参加，啊，参加的时阵是啊，3个国家无签，就是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3个国家无签，剩49个国有签，啊，49个国了，等于有46个批准，有3个国家无批准，就印尼、哥伦比亚无准办，这3个国家无准，哦，啊，是啊，签约者。哦，像这些理由最主要是内底无中华民国，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蒋介石已经灭亡啊，所以袂使来签约，伊无参与。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伊也无参与，所以内底无两个。哦，啊，台湾的国际地位，哈、哦，会调约来管法律地位者，旧金山和平条约2B、4B、23A。二 B 的讲啥？讲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平和的所有权，
日本政府袂使管台湾配合啦，安尼啦，伊敢通管日本只速度尔啦。所以钓鱼台发生问题的时阵有无？美国讲钓鱼台管的权是啥？是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无放弃钓鱼台。哦，啊，咱即摆咱的台湾只渔船，咱要去钓鱼台掠伊会使无？会，袂使乌白了，爱照伊的规定。哦，所以你若看到遮，你会知。啊，过来旧金山后面四米，日本诶、美国军政对日本的一挂主权财产的处分。所以中华民国咧，将一挂日产啦，一挂什么台电的啦、台盐的、台糖的啦，第二公司、自来水公司、工会等拢收收去，这就是正兴国对正败国的一挂吼、哦、的处分吼、哦。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 A， 美国是日本的主要占领王国，迄个必须啊。啊，这红的是加些台湾朋友，台湾朋友是日本啦。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哈侪国家签。迄美国背时这条啦，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 A， 美国是日本的主要占领王国，叫伊来倒背时间，你看有无？哦，因为要无参与甲日本战争啊，哦，所以要去看这个问题。啊，旧金山和平条约二，迄讲啥？2010年5月2号，蔡英文迄阵讲要选新北市长，伊迄阵也是民进党的党主席。伊到尾出版一本《流亡政府60周年》，啊，内底蔡同学嘛有讲啊，讲日本放弃台湾配合，无放弃什么人啊，吼、哦，就讲我的厝要过户给你，我未过户给你，还剩我的，所以因遐讲的拢讲迄落，迄条约就是因要讲就是讲，台湾就是这個，就是日本政府未使管理台湾配合，咱来组成一个民政府，啊，迄等我正经话讲你听，你去看这段新闻，看你就知影讲蔡英文咧讲这段话是讲啥。台湾的定位跟主权争议，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样诠释：中华民国究竟是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冲击？好、哦，它是一个流亡政府。在台湾进行统治，总召蔡同荣充当蔡教授，从历史说起。在1951年签订这个旧金山合约，讲叫日本放弃台湾吼，但是无放弃哦，什么人都无讲，当然不是放弃哦，这个中国吼，所以这个国民党来统治台湾，在这个国际法的这个观点哦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蔡英文讲伊是流亡政府吼。这也无什么唔对，你看这政治人物拢在闹，是啊，我来讲的清楚，我也台湾的百姓讲的清楚，是啊，蔡英文讲伊是流亡政府，啊，即个蔡英文在做啥？做流亡总统啦，啊，蔡同荣够啊趣味，李马英九的时阵就去做西蒙立委啊，来个蔡英文在做流亡立委，是啊，唔敢咱台湾讲清楚，这人在创啥？20年前，2009年5月12日，20年前啊，必须要告赢美国的时阵，高等法院判决，美国安排入立法院公正法院，因遮拢知啦。是安我来讲，是安那要拖遮久一大路，咱大家足辛苦，尤其我是买啊知，我是自控一年啊知。伊若讲的时阵，咱唔免安尼，咱规个台湾正常，规个台湾正常，不管你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大家拢足快活，唔免踮遐乌白来。啊，啥中华民国甲咱拖，啊啥拢唔讲事实，对无？伊查某囝拢也离美国啊，啊伊即摆转去啊，对无？啊，拜伊伊也免去工作侪，所以讲，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你看有啊？是日本放弃管辖台湾，听吼？咱来遐个。所以有放弃管辖的时阵，中华民国是做安心管理的，伊也袂使管，伊是无合法的。啊，咱当地八十来组成的民政府啊，啥就尾啊，我来讲。过来，咱这个内了，咱今年正月初，2019年一月以后，咱开国际记者会，咱国际记者会是咧开啥？讲中华民国的 ROC 甲咱台湾民政府签。兼中战协议和平条约，是啊，咱那个签，因为日本政府放弃台湾配合的管辖权，所以台湾配合无甲中华民国签，日本政府有甲中华民国签过，
所以咱要甲伊签证，啊签证以后，佫一个意义，是啊，你关于当局，你是政府，台湾民政府是政府，咱是敌对，是啊，人你过早期你中华民国，你用使用你的管理权来收啊，咱就必须你要负责，唔对个啊，咱合法嘞，伊也袂使收啊，也袂使侵犯，伊只要冒头壳收。甚至伊爱比国际所做，伊来做爱比国际一寡交代，因为国际上已经大家拢会注意这件代志，所以你看这个问题了后，你就知啊。四美就是美国军政府对日本的主权甲财产的处分。你啊看到讲，你顶年吼，恁较无注意，恁新的学员，恁较无注意，恁只话你看江苏的讲。对顶年美国军政府早就接嘛，开始处理这啊，所以伫中华民国的立法年2018年6月2日，伊个三读通过来讲，伊只财团法人拢在接嘛。这两即阵啊，吼，迄啰宋美龄的迄啰胡连辉冻结啦，在祖山拢冻结啦，是啊，只啊，因只拢财团法人啊，连蒋介石、蒋经国只基金会，吼，啊一挂。三中弊案，吼、哦，反共救国团，吼、哦，富邦的这拄个对战这，迄类美国拍赢，该提物件爱提，迄拢是中华民国的，所以中华民国也提了一几个刀拢无啊，一几个刀，所以你爱去看讲，马英九个讲，哎、欸，伊的三中弊案起诉，就是伊关陈水扁的，啊，伊讲陈水扁是关。陈水扁不是马英九官的啦，咱拢伊啊叫伊只威胁操控陈水扁是马英九官，陈水扁上官啊美国总统啊官，伊搭着美国红线犯啥罪，美国也无讲，咱也袂使讲，知人也唔敢讲。你啊看这啊，陈水扁去美国官，佫要求咱必须丢去啊清官啥货，佫美国关甲定个啊放伊出，你啊看啦。好的，之前呢为您报道过这前总统陈水扁要撞到美国政府一案，而日前呢已经被美国军事上诉法院驳回，而且法院提供陈水扁诉状也首次曝光。这陈水扁呢在诉状当中自称是美国军政府代理人，他要求美国出面撤销判决，到底这诉状内容是怎么说的，而法院驳回理由又是什么，接下来看我们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陈水扁状告美国政府的案子上星期已经被美国军事上诉法院以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但是记者从法院获取的诉状显示，陈水扁根本没有对奥巴马总统或盖茨国防部长提出诉讼，他提出的只是一份旨在祈求美方救助的自贬身价的澄清请愿书。陈水扁在诉状中坦言，他虽然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其实是美国对台军事占领当局的代理人，或者是美国军政府委托治理台湾的民事首长，因此他担任总统期间一直奉美国在台协会的旨意行事，即使这些指示不符合总统的角色，也在所不惜请求法院下令美国军政府承认他的代理人身份，承认他吃官司蹲监狱都是因为担任美国军政府民事首长的行为所致，因此美国军政府应该指示现任台湾民事首长终止对他的政治迫害，撤销他的无期徒刑，恢复他的人权和政治权利。陈水扁的诉状可以看出，他不仅不是台独，而且效忠的根本就是美国政府。中天新闻张国华、钟义婷，华盛顿报道。所以你来看，陈水扁有什么官？一听令你 AIT， 哦，那就是一个美国在台湾的一个民间组织。所以你要看讲，这个情形你要引入台独。是啊，中国国甲美国两国台湾独立的代表政策，中国讲代表政策讲是中华民国，是台湾的中华民国要独立，代表政策，迄是中国讲的。啊，伊讲讲台独毋是，啊，美国讲台独，台湾若要独立，换美国会也怕，因为这个独立是啊，讲代表政策，美国要建国。华盛顿有独立战争无？伊啊拍赢伊美国、英国啦，唔是讲公投过就会使独立了，唔是安尼了。顶年西班牙有无？有一个公投哦，公投了以后，
西班牙政府也要插入。公投了，迄天要成立的时阵，西班牙政府暴力开始掠起来，无什么民意，什么公投，无种代志。你要独立，你要经过上面顶的支持，人伊欢喜。美国独立战争打赢，法国个帮助打赢英国，英国女王同意讲，即块地要让伊了，以后在迄度了，无法度了。英国女王，你迄美国个地是英国女王个，是美英国女王同意了了。英国女王个地偌济，你毋知？大英帝国日不落国。我来讲一个较简单个，澳洲、纽西兰、加拿大，迄拢英国女王个地啦。因个警察叫皇家警察啦，部队叫皇家部队啦，海军叫皇家舰队啦。啊，你啊看迄土地上，拢英国女王个啦。英国女王个，你讲恁做政府？恁要做总理，就去做政府。英国女王以后，我干代志，伊将英国只管理权就收上。日本天皇也同款啊，伊也交伊收上啊。啊，泰国皇帝有所有权，泰国的皇帝以后我管理啊，伊也交总理去管理。所以讲土地爱分得足清楚的。啊，美国总统就是美国这个土地的所有权，等伊选掉。有迄伊选调时阵，伊一个参，伊一个代表权安尼啦。所以讲，咱也分得足清楚的。哦，啊，即代表权，即土地要经过要啊变更的时阵，爱经过国会。哦，即我甲你讲啊足清楚，即较深一注啊，还是也无清。所以你伫遐看了以后，讲听 AIT 哦，即摆 AIT 处长啦，李英哲，2018年8月底去寄出英文，寄了完啦。九月初三，蔡英文去中华民国总领事祭拜，去祭拜遐了后，人创啥？你来看看。伊拢听恁 AIT 啦，所以你去看到时，你若甲 A， 你若。甲中华民国高层来看着讲 ，AIT 来看者，人家中华民国看着李胜赞，哦，即阵啊报讲，哎，美国嘅干涉，中华民国选举无干涉啦，伊开始咧结束，你也看，哦，伊拄啊结束，哦，所以咧，甲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一，美国是日本主要占领范国，台湾朋友拢日本，哦，即有46个国家替美国背书。伊是占了全国，吼，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写到1200，吼、哦，所以你有看无 ？AIT 开始讲啊，2005年，阮 AIT 就派日本调啊，阮台湾政府拢拄咧讲无人相信。啊 ，AIT 歹讲呢，美军从来无离开台湾呢，毋是讲伊2005年过几年啦，美军从来无离开台湾，拍赢了才离开。哦，新闻有报。中国美国伫中国大使馆无离 AIT 个坐，谁要派遮坐？伊爱亲自见面，结果到尾又国共作战，国共补偿一下。所以五月初三已经开始用啊！啊，你啊看一下，短短一挂新闻伊就讲出来，啊、哦！所以我要讲来讲，即、這个先给你补充一段，就讲中华民国内有错。军政府啊，有足侪人知影，迄毋是军政府，毋知影伊叫军政府。中华民国创立军政府是啥？你也知，中国台湾警备司令部军官局迄个军政府。所以你看警备司令部来掠落去啊，拍死啊！你不讲死啊啥？你定罪，迄个军政府啦。哦，迄较早伫桃园介绍路遐啦。哦，啊来家己。来到伫2000年正月28，中国吼、哦、台湾警备司令部军官府啊改做啥？行政院海巡署，吼、哦、已经豆豆啊消灭掉。来到伫2018年4月7日，吼、哦、啊都改做海洋委员会海巡署，所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带来这边都已经消灭了，吼、哦、所以迄阵来讲太平岛讲要做海军。迄是苏美军啦，太平岛伫旧金山和平条 GF，
军事占领。啊，迄个朱介石啊，甲内湖金湖路100号共个，甲新竹乐山基地迄拢共个，拢99年。较早中华民国卖伫讲八百壮士迄个上海朱介石无，华府朱介石，迄也是99年个啦。哦，迄就是叫朱介石，哦，迄就是军事占领，哦，要走啊占了。所以你爱去看一下中华民国啥卖伫讲，美国已经亲自占领太平岛啊。啊，即恁来遮，阮做江苏，阮台面政府所有的情事来讲听。所以中华民国出来军政府已经伫今年。好，2018年4月初正式消灭，好，已经消灭了。啊，我等下你讲，因为中华民国传来民政府也消灭了。我来讲。所以，咱来讲，咱第一次抗美案，咱必须去抗过美国政府。2002年10月24日，咱必须要对美国哥伦，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告美国政府，好有案例，告政府呢。咱必须敬老。咱各位，比如讲各位会讲是讲台湾的国际地位，甲台湾人权保护所，这一下堕落了以后，你啊看，美国诶政府的代表是国务院，会发言讲这是政治问题，国家元素，要叫发言保护。到尾美国发言讲，唔是哦，这是政治问题哦，这是。台湾的国际地位跟他的人权诉求哦，吼啊，美国是人权立国的嘛，哦，就派代表，国务院派律师，甲咱秘书长请律师来讲十几个，讲完了以后，2023年3月18日，美国的地方法院判定本土台湾无国籍，啊，咱的国籍的，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还袂台化的时候，咱是大日本帝国的人，甲伊后一代，阮爸爸妈妈也是。好，较侪回日本之后出事，就是大日本帝国。好，啊，我是也后一代。好，这咱叫分足清楚的。所以，咱告赢了，咱赶紧上诉到高等法院。来到哩高等法院的时阵，要判决进行哩2009年4月7日。这阵人拢自称拢是本土台湾人，去看美国高等法院安那好辩论。我要讲了，讲这个谢正宽，啊，咱有派代表。就是陈仲谋去的，啊，内底政论节目你也看讲，谢振宽讲伊是爱讲冤狗，唔敢讲咱必须定位名，你也看，有个落脚之处。所以在本节目讲过很多次，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中华民国占台湾之后，中华民国骗台湾。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其实你辖的只有金门跟马祖，那么台湾跟澎湖是一个。未定的托管之地，所以不信的话，你再去看看《台湾关系法》，写得非常清楚。《台湾关系法》定义的所有的这个界限范围，只仅止于台湾跟澎湖嘛。好，那这个郑宽兄，你可以把你的跟美国各级法院交手的这个情况跟大家做个分享。我想，在海外的台湾人非常关心这个台湾的前途，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由陈仲谋先生曾经到这个美国的华盛顿DC 去，然后由我去召集，在这个国家新闻俱乐部里头举办了一个国际的这个新闻的 press conference， 然后在那里呢，我们向大家来介绍，因为在2009年2月5日。在美国的这个 appeal court 里头，其有一个相当精彩。我想，身为一个台湾人，必须要有机会去重温那个在法理的这个文件里头，你可以 download， 你可以看得到。当天有美国的这个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还有代表这个原告者的律师，然后有一个叫做这个 oral debate， 就是说在口实辩论，对，在口实辩论里头呢，相当精彩一段，我想在这里向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美国的这个circuit judge， 就是说刑事法院的这个法官呢、问代表美国政府的这个律师，他问他一个执政
党是不是有权利来否决那么美国政府跟国际上所签订的和平条约？那当然答案是没有啊、这是第一点。结果他问你，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所当时所签订的一个叫做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条约至今有没有效？当然有效。再来第三个问题，在这个合约里头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 principal occupant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这个是不是等同于就是说法理 de jure sovereignty 啊，法理主权？最后这个法官呢、代表美国这个国务院跟这个司法部的法官呢、律师啊，他说 I'm shaking， 我确定是一直站不住脚啊，那其实那个法官呢 ，Judge Brown， 他告诉他就说 ，Let me tell you， you're in trouble， 说你是啊、有麻烦的。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啊，最后这个判决书下来，这个判决书下来，他告诉了白纸黑字告诉全世界的台湾人，就是说，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这种暧昧的这个关系啊，造成生活在台湾人民没有一个被全世界公认的这个政府，让所有的全体台湾人生活在这个 political purgatory， 就是在生活政治炼狱里头。所以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台湾是一个世界上唯一的政治孤儿，我们进不到联合国去。咱的经验比较高啦，是啊，先辅导联合国。好，所以讲你遐看这个时阵，你也了解讲，是啊，了伊遮讲的冤国，咱必须正面也唔敢讲。啊，这咱的台湾最终地位的第四控美案第三册迄张文规拢写。我拄则是讲迄张相片，你伫个时光走廊，你也叫人看到迄张相片。啊，所以你也看讲，2009年四月七日，迄二月七号，辩论了，讲了，2009年四月七日就是判决出来，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共款，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社会的政府，所以中华民国迄张新闻就唔敢写政府，我拄则是讲啊，讲无政府，人民生活是政治人格，才是政治人格，就是小选举，咱毋是中华民国公民，咱摕国民身份证，迄个叫选举，对无？啊，佮有讲无？美军倒是。台湾的占领中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 A， 所以要求行政单位帮助阮国用上诉。所以这2009年四月七日判决了以后，美国马上2009年五月十日安排咱必须六年的法院来讲。哦，所以讲你个官网去看，你会去知影讲，这一段一段的历史，啊，这啊是咱中华民国这所有这国民党、民进党之后所有的法委员，所有这政治人物。唔来帮助咱台湾政府，帮助伊都无分他些啊！因后真济违法有啊，无咱唔知，吼、哦。所以你去看下你哦，三十五国籍，吼、哦，伊拄仔讲陈仲谋对无？即个只2009年四月七号是陈仲谋超过，你看陈仲谋讲啥？吼、哦，无国籍，伊看陈仲谋讲啥啦？咱在1946诶正月十二，全部台湾600万的人拢变作中国人，国籍会改变。老实讲，这个国籍会改变，就他法律的人来讲咧，那是违法的，呢，伊嘛照安尼做啊。到1949的十二月，马上蒋介石打过来了，无两个月，台湾人转化去这边，吼、今下面我要讲一句话咧，暂时的占领台湾，无可能摕到台湾的主权。无可能的，在台湾的主权，安那将老百姓的国籍改做中华民国的国籍，安怎叫台湾的这查甫人真济真济年轻的人爱这边？这款的拢含国际法完全违反的，这些东西的状况。安你有看无？是安那一挂新闻证明这部分会讲，咱必须要所过的、所做的，一步一步的弄出来。哦，你看了了解，哎，台湾的真相，台湾政府行是对的，完全是正确的。台湾人无出头人，今仔日咱也无事。哦，
所以你若看这无国籍，就是人权背向啦。咱即个革命去申请人权背向啊。所以，咱伫高等法院判决落了以后，咱赶紧上诉最高法院。啊，这也有讲哦，这是本土台湾之争，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咱依照国际法内底战争法有金山和平条，甲美国签落，美国签落就去讲台湾管辖法提出告诉。所以，无一个月，就是美国的政府代表讲，外加哩，咱原告就是咱的律师抗辩，讲表示咱告的必须要讲的拢是事实。所以事实以后，最高法院来判决，因为判决内一定爱执行的。所以，来年2020年10月7日，对本案告诉待审，就是爱等时机啊。所以，法院吼要求吼。美国行政单位爱古金山和平条约了，所以即摆中华民国即摆新闻有咧采访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美国行政单位拢现边啊，所以佫出挂新的啥台湾立宪法、台湾保证法，迄拢甲台湾关系法无二代啦，伊是听到要来求照好诶，吼、哦，所以你去看了后，咱就知，所以即个电影了后，哦。咱台湾民政府当时成立，伫2000年10月7日，伫2000年3月18日，地方法院还未判决的时阵，伊就要求咱必须要赶紧成立台湾民政府。咱成立的时阵，台湾民政府成立爱记得前后只美国军政府报备。所以咱伫2008年10月7日成立了后，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政府敢否认台湾民政府，谁敢否认？你若否认台湾民政府，否认国际战争法，哦，这。即咱大家可以了解，啊，所以讲成立以后，伊伫2009年10月7日定案以后，过定年2010年7月7日，吼、哦，咱受邀伫美国华盛顿 D.C. 咱设一个台湾民政府办公室伫遐，这就是咱的创始人，伊国际战争发动的，这个是咱美国要来成立这个，你知？美国的全世界宣布，台湾这个政权管理要交的台湾民政府。较早美国派人伊拉克以后成立一个伊拉克民政府，华盛顿必须也设办公室，伊也是安尼，全世界人安尼讲。所以王毅你拄好讲无，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就是讲台湾民政府要起来，吼、哦。所以经过这个成立了后，伫2010年9月7日，吼、哦，咱双方协调了后，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举办酒会，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安部、司法部，因派出一摆。咱80个来参加，啊，参加了以后，迄山时阵，又交代两百道讲要送个秘书长，等两百里山落去后壁遐，迄个是俗语讲啦。哦，你看迄两百道里啊，必须看到讲爱，安尼论述对，哦，所以，啥事是俗语讲？我都来讲啊，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本来台湾是一个殖民地，到尾规个台湾是被日本天皇遐占过起来，也无效。到尾，伊万国公法，吼、哦，成立日本天皇国土，即个地啊，证明日本天皇国土殖民地，所以也袂使割让。所以咱来讲，副本正本是日本天皇遐。啊，美国总统啊，为台湾占领权，就是旧金山和平条23条 A， 迄有个美国阁叫46国去啊签约，迄替美国背书，伊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吼、哦。所以咱去日本皇宫。咱的台湾民政府旗拢会使是哩，迄咱就是日本天皇接收，是啊，就用日本旗甲台湾民政府旗是。日本天皇战败了，袂使讲话，伊同意日本首都是日本政府管理，台湾天皇，吼、哦，要咱台湾民政府管理，因为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内底有台湾天皇，吼、哦，这恁看得清楚，日本天皇嘛过恁面是外滴，吼、哦，所以讲咱去参加这拢有意义的。今年8月15、10月，咱拢要过日本，哦，啊，要你后尾，你后尾知讲咱一寡意义，哦，啊，三是啊，这是新的天皇，哦，所以咱即届伊就职，咱也拢有过，哦，啊，你啊看讲是安那，这个就是印度法即阵啊来讲，台湾、日本啊嘛，中国啊，派台湾的时阵，美国会出兵，伊讲为着伊啊。日本才近来迄落的，因为台湾平和是谁的保护，你知无？美日安保条约，美国甲日本的保护啦。啊，中华民国我还讲啦，讲中华民国来保护台湾，唔是啦。
台湾报中华民国走来这些人啦，啊，无台湾这块地，中华民国遐人要比你大，无地去，所以因咧作感文字啊，吼、哦，所以你了看这篇新闻，日本已经自卫队加入国防军，用对海外动武，这是2014年七月初，日本的参众议员无通过安倍用紧急命令前，自卫队加入国防军，由美国有同意，伊也加干。所以伊内底新闻有看无？安倍内阁恢复集体自卫权，台湾若向攻击，日本会出兵相救，因为这块地是日本天皇的，哦，甲中华民国拢唔敢讲啦，哦，所以你看你就知，哦，啊，即我来讲个 AIP 二嘛，拄只来讲个，哦，迄就是美籍，哦，已经美国，已经我一步拢在做，哦，拢做到，哦，是安尼个是嘛？我哋讲个，伊军政府个一日嘛，哦，中华民国军政府已经消灭啦，哦，所以讲已经2018年四月初，海油委员已经改做海油委员会海巡署啊，哦，中华民国出来军政府消灭啦，啊，咱去宣传，咱拢讲是啊，即日本去这边美国人，叫做直属美籍，啊，咱台湾民政府诉求，哦，即咱大家查一下，迄度迄机啊，哪忘记唔对，哦，哪唔知啊，你问一下。啊，后来就是美国开始做啊，2012年正月开始，正月开始，中华民国护照袂使入去联合国，正常也会使咯。是啊，对2012年的正月初开始袂使，现在台湾民政府的新闻就2011年十月初第一批出来，啊，一批新闻就当时发的2011年12月31日万人内发的。迄天发的时阵，必须另外迄阵蔡英文讲爱输马英九80万票，迄阵来讲。那是美国一寡枪支的，必须用讲。所以联合国有讲讲，袂使提中华民国护照入去，你要用台胞证，中国台胞证，叫台胞证也袂使入去啊。爱用中国的居住证咯，居民区居住证。啊，不过联合国讲台湾的百姓要入去，联合国用提台湾政府合法的驾照甲身份证。哎，台湾有政府呢，中华民国唔敢写政府。哎，台湾政府合法身份证是啥？你捌看无？我哩讲啦，这张是新版的啦。你有发台湾政府身份证无？这张咱台湾政府发的，咱写政府。啊 ，TW 就是公民。你若 TW 爱用一人犯赔偿，国民就袂使，国民就是要外国的。哦，越南的啦，中国的外籍新娘，伊唔是 TW 的。哦，啊，同款咱新闻证写 USMG TCG， 哦，但你去看了，你也知影，哎，中华民国唔敢写政府呢，哦，台湾谁个代表？就是台湾政府啊。美国是谁个代表？因的美国政府啊。日本是日本政府啊。英国是英国政府，台湾是咱台湾政府的代表，所以你去签到这张的时候，哦，咱写政府。啊！中华民国都唔敢来抓，唔敢派部队来。啊，咱这合法，伊无合法。哦，你去看到，咱是政府。中华民国一定国民身份证，唔敢是政府。哦哦，所以你爱看，我伫遮，2017年五月初六，我摕这张入去联合国的，用这张证件。中华民国护照袂当入，这张证件真诶，这张证件拢讲美国发的。如果唔是美国同意的，美国就来抓。像我今仔日，咱台湾就等于个政部长有美国护照嘛。我讲，如果你美国护照是假想的处理，中华民国敢处理，还是家己美国的处理啦？所以咱签的身份证、车牌，美国也无同意，美国就处理啊。中华民国唔敢处理，吼、哦。好，啊，这阮这边咧有交的，啊、哦，无会找啦，啊，阮这边的，我也是这，吼、哦。所以开始来讲，咱过赢了，美国总统将台湾关联法提伫边啊，吼、哦，即美国学者有讲，啊，三是2758议论，迄是一个中国，你注意听啦，这底底也是无。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个2758决议文是什么，但是完全不了解这个背后的背景，还有一段其实没有被交付的历史真相。在这个 Buzz Orange 这边他怎么写的，我们特别来带您看一下，寇姐。
这个2758号决议文呢，它里面的决定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当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面给驱逐出去。好，在这种蒋介石里面拿高位中华民国代表权叫换出，怎么换出？啊，中华民国这代表权是谁？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7日成立，成立了以后，伊要加入联合国，毛泽东讲作后悔，伊无改国号，就是联合国要用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人当然变成讲要重返联合国，联合国内底时阵叫中华民国，即摆你有法作清楚。是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消灭啦，伫中国迄个中华民国还未消灭，迄个代表权就是，吼、哦，就是毛泽东讲的，伊作无作后悔无改，吼、哦，这就是一个中国。所以一个中国，你要作一个中华，伫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迄是遵守联合国的2588条，遵守一中原则，啊，你发现无？所罗门也是即摆甲中国建交。是更加遵守一中原则，所以这个法律咱会乱，所以讲恁若听未清楚，恁厝底下根本无一定解释甲足清楚，无恁若听甲乱，吼、哦，所以你乱，你这里啊，甲中华民国伫台湾，中华民国断交，美国个法院也判讲钱爱还台湾，所以中华民，所以美国有讲叫咱台湾民政府申请人权赔偿无？美国民事庭要判决，美国是在判决，所以恁到尾这几年上头看，就是叫兆丰银行是啊，定定啊，说兆丰银行这较早叫啥样子？叫中国国际商业银行，过去叫中国银行，现在叫啥银行？样子叫大清银行，清朝印钱的银行，清朝去中华民国拍牌，中华民国接收。中华民国是中国印钱的银行，是安怎改做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国民党甲共产党战争，国民党拍败才去用收伊，改做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安尼看有无？啊，是安尼，佫改做兆丰银行，就是联合国二千五百国议会，伊惊中国收伊，啊，改做兆丰银行。啊，兆丰银行即摆洗钱洗大，洗等于中国国，美国无讲，我只讲，大家知，洗等于啥？哦。啊、所以你去看这了，你了解讲，哎呦，因中国人在做啥？咱赶紧来讲这第二次抗美案。这个抗美案的最主要的是这个确认判决，就是2015年2月28日，吼、哦，咱对各对美国发言，各中华民国甲美国，啊，各位第一个损失是林志先咱秘书长，啊，哎，咱夫人李子安，啊，台湾民政府是啥？就是阮过五关。哦，你个初级班上了，还上高级班，高级班上了，还有什么华丽点招、职务点招、职前训练，遐叫过五关，你也是台湾民政府，哦，这有分，哦，所以咱用完了以后，你啊看讲，对这张南街国旗，哦，啊，拄啊写着无啊，讲啊，伫1946年正月10日，哦，南街国旗，哦，所以咱入面了以后开始搞，美国开始拄咧做。所以咱 G7 G20 好一课，讲到基于时间的关系上，哦，咱就肯定咱一寡只的新闻，哦，伊的周刊拢会去谈咱的台湾政府，哦，咱是合法的，哦，唔好讲全世界讲奇怪，安那足侪人爱甲一个讲台湾政府是诈骗集团招会，人全世界所有国家拢要甲人招会，啊，咱是叫诈骗团骗，哦，迄是中华民国的政治迫害啦。哦，迄证明变来赌出来哦。啊，即个咱2017年，咱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哦，咱伫遮，咱去参加，啊，遮迄落，所以讲去参加落去以后，咱啊中华民国唔敢报落，伊就倒啊。伊讲要用台湾的名义要参加，台湾的名义是爱用啥？台湾政府啊，台湾政府啥？咱那条新闻就写台湾叫咱台湾政府代表啦。咱那样代表，伊袂使代表，哦，哦，啊！即咱顶年去联合国个，哦，即咱个官员去看到，啊！即叫曾部长啊，又美国学者，我来讲个讲这个啦，我今仔日发现个讲，伊知啊，
我讲啥，就你讲的一个边仔人听，吼、哦，啊，这个就是普抓雷达，吼、哦，二从一条面也讲啊，美军拢用迄啦，唔是 BAT 名咧，这个就是李新竹乐山基地，这也是租借地啦，99年到99年的啦，啊，这普抓雷达足厉害，全世界，吼、哦，我所在，吼、哦。有四座啦，离美国本土两座，英国一座，一座在新竹乐山基地这个，哦，这个捕抓雷达涵盖性够宽哦。所以美军拢知道吧，这个空降部队太平洋的空降，拢知道吧。所以中华民国伊也早时间到美国开始演练，附送总统撤退演练队，要将中华民国总统要再上，哦，这些英国来了再上。所以中国人在的时阵啊，吼，一寡拢能捞就捞，能混就混。尤其迄个樊多雅、大臣根生里啊，讲哦，你来看伊下边个嘴，哎呀，还讲，你来看。就是这样的不就不要的呀，能捞就捞，能混就混，大家来拖垮这个政府，好不好？你看我们肯定讲的真是有味有样，充满情感。这个意义啊，这些人拢在平潭岛，平潭岛你也较唔知，我来讲，平潭岛就是妈祖的平，迄个就邮政储金掏空，邮局钱用掏空啊，伊啊起话用到500万啦，因家拢住伫平潭岛，还过去啥了伫遮，才有钱头提过走转来啊，伊也要转去平潭岛，伊是来遮两捞少捞，两分少分来伫边啊甲伊讲啊。胡志强也是安尼啊，胡志强即摆中国也是走到咱台湾咧医啊，咱咧全面检报到中国人有上济，较早有检报无啊，中国人看病摕药拢免钱，即摆中国人啊免挂号啊免迄落共款啊，咱台湾人交钱迄个了办，哦，咱咧做大头，哦，所以咱拄只你讲是属于啥？国际战争我是咧讲啥？讲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流亡政府袂使真假化，三是叫占领袂使移转主权。美国吼，咱知美国派呀足济个国家派呀，土地拢变美国个哦，无歹，对无？二次世界大战伊派呀日本，哎，日本个土地再变美国个无？德国吼，意大利是美国伫欧洲斗拍，无美国伊也拍袂赢。啊，德国、意大利个土地有变美国个无？不要美国打阿富汗啦、巴勒斯坦啦、叙利亚啦、足济啦、吼、哦、伊拉克啦、伊朗啦，伊打足济，土地变伊个国无，迄叫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吼、哦，啊，即摆美国个有美国有殖民地无？有啊，关岛啊、波多黎各种殖民地啊，啊，毋是殖民地，毋是美国个，伊伫遐管理尔。前较早菲律宾、古巴，迄种殖民地。迄个美国甲西班牙战争，西班牙从只殖民地割让的美国，啊，美国到尾叫菲律宾独立，叫古巴独立，伊即摆叫关岛、波多黎各独立，因拢外，啥外？伊要美国接伫遐做殖民地较好啊，免受兵啊，美国会保护伊啊，啊，拜美国的台湾军事占领，你美国来做兵啊，你要买武器，我钱给你，伊来替人做兵啊，对无？所以咱若做在美国里遮，吼、哦，迄叫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啊，流亡政府袂使上地合法，是啊，啥叫流亡政府袂使上地合法？你西藏流亡政府伫印度达兰萨拉，伊有上地合法无？啊，讲中国要拍台湾，要拍中华民国，伊是流亡政府，伊敢也拍无？唔敢。如果也再拍，中国就去拍西藏流亡政府伫印度达兰萨拉，伫印度。是啊，伊敢拍来台湾拍哦，伊敢拍金门，金门是伊土地，离别人个土地伊袂使拍，所以讲唔爱去遐媒体吓惊，你看有无？啊，啥地方政府袂使上地下？我要你讲，李登辉讲要做啥？要做中华民国台湾自由，你应该捌听个啦，吼、哦。啊，一个讲要做台湾自主啦，吼、哦，啊，台湾自主要搬，要放出。啊，中华民国诶，台湾自由是安要安怎？伊就是。中华民国伊有带啥来？你毋知？军政府你毋知啊？民政府是啥？你知无？中华民国带来民政府就中国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迄张我拄仔看迄张图。
伊来到哩1947年，吼、哦，是人安南会车啊，改做台湾省政府。伊这行政中华公署是中华民国带一千名来管台湾，啊，咱台湾民政府要训练4000名，迄阵台湾的人口数超过600万啦，即摆超过2300万啦，就乘以4。美国叫咱训练4000名，政府搬去遮啦，吼、哦，啊，就是李登辉来到哩1997年7月，要将台湾省政府要废掉，美国讲袂使动心，因为台湾地区一定爱有军政府甲民政府，吼、哦，啊，即个民政府，所以伊要废掉，美国讲袂使动心，美国定轻乌目，较早。中华民国伫台湾印的字是用台湾银行，迄张嘛叫台票。即摆改做中央银行，即张唔叫台票，台票咱来讲，即张叫中国字。吼、哦，咱以正咁发音来讲叫中国字。吼、哦，台票甲吼、哦、台湾银行，你看伊那排第字的面顶，吼、哦，啊台湾银行回收到面了，伊讲的中华民国印的字，伊无要承认，伊唔是无要承认啦，伊无要负责。啊，即张印出来，中央银行才负责。这张这个银行哩，这张办哩1999年8月15日，这个办做好啊。来到哩2000年7月13日，淡水边啊发生一个枪啊。伊迄个中国台湾警备司令部军官区啊，是哩2000年9月28日啊改。吼、哦，你啊看这个变化偌大，迄个美国开始要赶中华民国走，咱台湾人唔知。啊，等下。2006年，咱必须定做维持去告美国告了，咱来去查这问题。所以你看这问题的时阵，你要去看台湾省政府，就是中华民国出来的民政府，伫2018年7月7日行入历史。美国会做无？美国做真大，美国对顶年就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消灭掉了。甲中华民国出来，民政府就是台湾省政府消灭掉啊，所以消灭掉你才较慢些，你发你较唔知。咱的大教室外口有写啥？有这个啊？这个一月一号必须用叫咱的同心做这个去。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美国军政府已重返台湾，将结束 ROC 占领，为百姓设想，已做好执政准备，因为。台湾一定要有军政府甲民政府已经消灭啦，即个台湾剩的军政府甲民政府是啥？是咱美国军政府甲台湾政府。咱当时唔知，啊去看美国一路不做，美国做出来袂你讲，啊你来去看，你来看有诶时阵，哎呦，啊那安尼美国做啥紧？美国已经做足紧诶，是台湾民政府脚步较慢，因为足侪人咧拖慢咱的脚步，哦。即讲诈欺人，变讲即以诈欺人讲咱诈欺。是政治迫害，要人消灭。哦，假如你去看到啥，我嘛讲咱的政经有效无效，段宜康也咧讲啊。上可恶就马英九这中华民国执政后，电影门你来看一下說的。对，我们台湾民政府，他拿的车牌，他不是伪造中华民国的车牌，他拿的身份证不是伪造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他也没有伪造美国的护照，他就是告诉你说我这可以用。而且未来可以用，未来的事情谁知道？说了过20年，真的美国政府跑来接收了，说明台湾民政府这些真的买那个有效啊！我们在质询的时候，法务部跟内政部告诉我说有啊，我们也接到，我们也知道检举啊，我们也请示了高检署，高检署告诉我们说，他那个不违法啦，因为今天执法单位在国民党的时代、政府时代要去抓他不容易，今天对民进党政府来说一样是一个困难，也就是他这个是一个政治主张，可。马英九跟民政府比较起来，他更可恶，他就有点像我们跟中华民国那个1000块那个中央银行的钞票，但是他是假的，他是我们假的国家元首啊，当了国家元首还其心可诛，这哪一个比较严重？当然是马英九严重啊！哎，我讲一，一段宜康，因爸爸妈妈是难民，伊是难民后一代人，伊也讲难民唔是迄个啦，啊，伊咧讲事实，你听有无？中华民国伫台湾已经消灭啦。啊！中华民国讲马英九迄阵是总统，伊是假国家元首，连这钱也做的是假。啊！又讲咱台湾民政府车牌无身份证无，这拢无去模仿的，这美国温顺做出来。伊讲未来会使用，
即摆就使用啊，包括美国都会用啊，对无？啊，伊讲后摆会使用，啊，就真啊。啊，有将美国走来接收，本来美国伊就爱执行者啊，所以今年 AIT 也有讲啊，我2005年我 AIT 美军拢接嘛啦，啊，伊无爱讲，美军将来无离开台湾，美军愈来愈侪啦。2011年3月10日，日本的朱拉米大地震海啸，是啊，伫日本遐撤侨2-3万人，拢来台湾，外去关岛。啊，遐人是嘛 ？AIT 倒啊办的，查倒啊办的，讲的海关，就是遐所有新闻，外经过美诶中华民国的关卡，为啥讲三万人是嘛？啊，遐是嘛，拢唔处理嘛，愈来愈侪啊。顶顶年，美国一挂航空公司拢飞台湾啊，十外间啊，是啊，遐侪，因为美军足侪伫台湾，因要转伊要接嘛，啊，我经过中华民国先啊，所以你啊看讲，美国会一步一步安排，做甲遮啊，中华民国的军政府吼，已经消灭啦，中华民国的民政府也消灭啦，伊爱扶持合法的。就是美国军政府、咱台湾政府，所以因看到在的时阵，你爱去看到讲是安那，即摆有啊，鸿海过来了，伊讲要选总统，伊要选哪总统？已经入籍新加坡啊，伊无呾做美国人，无爱走去新加坡走路去，伊唔敢转去中国。啊，鸿海伊创业的，伊讲要退休，要退休啦，要退出鸿海。伊创立美就爱退出美国个半数，甚至伫半个月前，美国伊投资100亿美金迄个市场，伊无欢迎伊去投资。是安伊投资100亿美金伫美国，美国我会做美国人。伊后讲嘛，伊个头脑，伊方海个头脑，即大家是美国无伊个，是美国个阿咩？你有看讲真济企业讲美国，迄个占领只亿万。恁看无？你即摆讲华为，美国国外用足济个零件拢买华为，卖讲啥伊爱倒啦，啊是安尼要倒？技术也无美国个好，啊中国人是安尼要倒遮个迄种，因爱去好好解决遮问题。所以马英九甲习近平伫新加坡见面的时阵，你看人习近平啊安怎讲？两岸的中国人。你不讲台湾人，我你也看这样。选择，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你也一看这样时阵，你就知影讲，是安尼别讲台湾人。中国人是咱的祖先，是安那？中国人来遮，咱对遮好，咱若饲个肥肥，因结个肥肥过来管，啊，咱唔知，咱一寡教育啦，一寡钱啦，咱先去用大耳头卡，就是遮洗脑教育一再无人咧讲个清楚，啊，咱必须要发觉个遮法律，吼，咱必须要去告美国政府，去告第一遍来呀，第二遍来呀。美国政府伊，你也去看嘛？啊，有个人讲安那富安那贵堆个，啊，讲啊美国个咧做拖刷，美国个做袂拖刷，美国个做足紧啊。对奥巴马、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奥巴马就歪啊歪好点啦。台湾关系啦，提伫边啊？好，即个话川普起来足紧啊！台湾语言法吼，代理上个成立，台湾保证法吼。啊！伊都开始做，对无？中华民国的军政府消灭，吼、哦，拄啊，伊用中国台湾警备司令部军管区啊改到行政院海巡署，伫2000年才会是变。甲顶年2018年4月7日，啊改到海洋委员会海巡署，新闻报太平岛去做美军，迄是中华民国的军政府去美国消灭啦，伊袂讲。
伊讲话吼，台湾民政府遮上好法律啦，哇，美国佫多遮济。啊，伊带来个军政府，哎呀，民政府咧，吼、哦，中国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来到1947年六月初，啊，改做台湾新政府，甲顶年2018年七月初行入历史。啊，伊来讲啊，台湾新政府行入历史呐。是中华民国的民政府已经行入历史啊，所以必须就伊以后伊讲恁来法律来哩爱知，所以伊个大教室出来，台湾我来讲，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吼、哦，你看讲，咱已经要接近这个接近嘛，这个官司，敢一定讲拍到头迄落有答案咩？你啊看讲这个官司怎啊发布讲是安那？发布讲。是啊，那讲诶，侦查终结，剩诶134个，做一届拢好过啊，拢讲已经处理好啊。这就是要美国才一步搞定，这个官司啊愈行愈紧。啊，你看这一阵人讲，伊无要告，啊那讲几堆啊，伊啊做证啊拢唔敢讲，伊拢即摆唔敢讲着，即摆真少诶，去讲台湾。但民政府发的这张身份证，咱请来真难为讲，啥歹讲？这真诶，客毋是中华民国来处理，客美国就来处理啊。所以咱去了解这时，咱今仔是足庆幸诶，你来甲台湾政府听到这法律，来甲这我足庆幸啊！我有在讲足侪这物件恁听，哦，今仔广告讲到这，好，谢谢。